用流利的汉语演唱刺痛的歌曲，嘿，也就被喊做女仆。影片底部的细妹喊做赖哈林，伊迄对日本嫁来台湾的客家新桥，因为伊的富家女在屏东女仆的，故说伊同先生两个人共同创作耶稣歌的，以表达对女仆陆凯人的爱。那一首歌充满了，我对内部的爱情，以及感谢，平常包容我的内仆。俺伊面多，伊上爱吼，迄女仆迄个俺多年，俺伊对女仆诶上爱讲诶话，哦，上爱写诶内容，就写一条底牌。身为客家新桥，做唔得唔值得客家文化嘅特色，故说伊还靠入去国史台客家文化研究所。希望做得透过学术研究的方式，看作完全融入客家人的想法。他们家都是拢讲客家啊，我也不想破坏他们原生的样子，原生的生活的样子。几多客家的后生人吼，拢无吼有安尼心吼来去研究俺们自家的文化，来传承吼，遐呢几共通。同先生结婚两年，赖哈林发觉客家人同日本人的角色有相像的一面，如何做事情相当的细意认真，也就是以做得台客家社会色彩生发的原因。另外，伊还投入客家化同日本化的互通研究，希望做得内通性整理出。行业底部引用日本化的典故内容。